DOA 首席会计师，手上掌控150亿美金，来泰国做什么？旅游啊？说 DOA 上次被你玩的底儿掉，咽不下气，找你回来报仇，他是特意回来帮你。我用他帮。 这把牌可不小啊！关羽，现场直播呀！帕克先生，欢迎来澳门。 5000年的风和雨呀，藏了多少梦？废话，唱刘德华的歌，你唱成张学友了。